一下都有什么菜？来，我们这是点了两家的外卖，一个是留香花甲粉丝，酸豆角鸡胗、宫保鸡丁、小炒黄牛肉，这是鲤鱼门的烧鸭、牛杂，还有干炒牛肉。去机场了，我要坐车。阳光里头，你往后退一步，算了，这地图，拜拜，到了再说哈。好，拜拜。小心点。合适。